零食杂七杂八的，对，都准备好了吗？然后还对，就今天是惊喜包类型，所以我们就看会发生什么事。好的，好的，那都准备好了吗？好了 ，OK，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音乐和音效都听到吗？有 ，OK， 好。至于上一次在 Kendoki 的 Charlotte， 在遇到瓶颈之时，刚好危机总是个转机。虽然周贤第一次看到这个来自东方的这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类女孩，听她各种说着菜刀，还有说要捕捉你这件事情，当然这可是特别意外的。总是刚好遇到瓶颈，而且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可以再进展的方向，所以你也和他离开了 Kendoki， 开始往南行走，踏上了不一样的惊奇的 Ferrum 这片大陆的探险之旅。那当然的，探险之旅总是毕竟对你来说一切都是很陌生，一切都是十分的新鲜。要说的话，对来讲，自由，没有任何人打扰，而且还有在自然，当你自行一个人独立之时，跟在与其在大城市饭来张口的生活来相比，一切都变得不太一样，一切都要得靠自己。这也是一个作为，如果要真的作为冒险家该必经的旅途吧。当然的，你和周贤在往南之时，平原漫步，逐渐从那平广的大草原进到了森林里。一开始旅途都是十分平稳的，而对于起来自然的你，还有对于肥润大陆十分感兴趣的周贤来说，你们就像是也不会说互相的勤劳，但是互相合作的，也在这片自然中，这片广大的森林中探索，还有找寻着、练习着新鲜还有玩乐的事情。不知不觉之中，一起旅行的时间也算是来到了一个礼拜后了呢。当然的，今天又是一个在林子里美妙的早晨。缓缓睁开眼，用鼻腔还有咽喉吸取着大自然中舒爽的芬多精。而在大城市相较自然无人的林子里，虽然少了文明，但是多了原始还有宁静。也因为如此，不像是大城市饿了或是渴了直接早安就去附近的酒馆或者是商店采买食物，很多都得必须靠自身和在野外生存的经验所维持自己的生命。毕竟这是自然，没有人会喂你吃东西，也没有人会直接给你现成的食物，一切都得靠自己打猎采集药草这样子的走过来。而今日又是一个美妙的早晨，你看着旁边的周贤正伸着懒腰眯斜眼睛，看到他那乌黑亮丽如同墨汁的发丝在这个光亮的太阳照射下闪闪发亮着，也看到他将他身上的丝绸的衣物做了一些打理，眨了眨眼将眼前那小小的萤火给燃烧了起来。也看到他看向你眼睛张得大大的，那圆滚滚的琥珀眼珠子盯向你。早安呢，需要睡得好吗？他靠近你这么说着。不，他那周贤昨天睡得如何？帮我塞个 insight。 insight 是你不太确定周贤到底在想些什么。你看到他那呆然的或者说天然的脸，
你看起来他也就是一脸笑眯眯的，那丹凤眼眯成了一条线。你不确定这个来自东方女孩正在想些什么，你看到她只是眨了眨眼，将她那乌黑亮丽的发丝绑成了包包头。你看到她做将自己身子做了一些调整，轻轻的将她的右手伸向天空，将左手作为一个辅助拉了拉，拉直了她的身体，又看了下你。但是还可以吧，都过了一个礼拜了，总是吃素，有点不习惯呢。可是呢，不如今天就来猎一点动物来吃。你看到他看向你，眨了眨眼，打猎？小乐会打猎吗？你看到他在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睛像是亮了起来，崇拜似的盯着你上下打量着。说很熟练，但姑且算是吧。但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看到他眨了眨眼看向你，大概吧，在我们那个国度，我来的地方，我们基本上拿到的都是现成的东西了呢，所以我可以跟着 Charlotte 你，作为我本身也是作为你的辅佐，这样的话不如我来帮你看，顺便我可以跟你学一点之类的。也是没有问题啦，希望我还记得祖父的教诲呢。帮我塞个 insight。 你注意到周贤只是下意识的歪了歪头，眨了眨他那一双如同一条线般的修长的双眼。你可以感觉到他和你有类似的气质，但又不太一样。比起和你相较之下，你还带了一点那种野孩子的贪玩的气息，但是周贤和你相较更像是更完全养尊处优的温室的花朵。试试看好了，我可以知道就是周贤的武器还有职业吗？你目前是不知道的，因为你们在这个一个礼拜的行程中，他其实也没有多说些什么，但是你可以 RP 问他。 OK 好，周贤有什么擅长使用的武器吗？你看到他看向你眨了眨眼，轻轻的笑了笑，看着他腰间的那把小小的，你也想起了你和他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可是看着这一个娇小的女孩拿着这一把，或者说他那一把锋利的小菜刀对着酒馆的服务生的。你看着看那把小菜刀，又看了下你，武器吗？这个吧，大概吧。那周贤的职业是什么呢？你看到他缓缓的歪歪头，职业，我们家就是辅佐传奇的辅佐人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寻传奇，辅佐他们成为传奇的菜刀的继承人，就这样。你看他说完，就像是。一向像是有些像是在理所当然，可是他又像是只是在说着顺着什么话似的再度的说了一遍。妈，因为
目前遇到的人，有些是上堂，擅长法术的，术师或者是法师，有些人可能是应用诗人之类的。然后像我的话就是德鲁伊，那周贤就只是单纯的不做人而已吗？还是有比较擅长物理的攻击，还是法术攻击之类的？那像是有些不解的歪了歪头，眨眨眼。原来那个也叫做职业吗？你看到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缓缓的歪头。我们那边倒是有侠客，还有剑客，我那边还有武士、忍者之类的，德鲁伊、吟游诗人，这招都是第一次听到呢。我们那边，倒是还有一些愚臣、弄臣之类的角色，也有一些像是读书，还有修炼法术之类的地方。但那些都是上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做的也没有像是那样子。你看他说到这里之时，头微微的歪了歪，眨了眨眼看向。原来北入这里的人们都是这样分别的吗？没有更多详细的东西，这倒是有点让我惊讶呢。这边有那么多的职业类别吗？这也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呢。是忍者，听起来都非常有趣呢。他眨了眨眼，歪歪头。倭寇那边至少是那样了，跟修的关系也有一些，多多少少。你们这里好像叫刺客，还是叫佣兵？你看到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眯起了眼，觉得看起来跟佣兵没有太大的大关呢。你看到他说到这里之时，看了看你们中央的那正在燃烧的如同正在跳舞似的火炉。就是冒险者而已吧。到处去世界上各个地方旅行，然后在森林里面探险之类的。他看向你，眨眨眼。在我们那边，我们听闻过，这更偏叫做旅人、旅者之类的人吧？原来你们也有称作叫冒险者之类的名词。这样吗？你看到他说到这里之时，想了想，至少我记得我来这里的时候，他们说的冒险者，比起在森林里游荡，更会喜欢把性命交给到未知的地方，还有最危险的地方就有他们了，有点像是探查之类的人。你看到他说到这里之时，眼睛眨了眨，希望他也要成为那样的人吗？我也想要成为跟未知，探索未知的那种人。他想了想，看向你。即便很危险，也会伤到你。即便很危险。虽然可能会受伤，没有错啦，但是我觉得找寻未知的知识还有事物总是令人特别兴奋的。帮我塞个 inside。你不确定这个女孩子，她看着你正在想些什么。你看到她深思一会儿，最后你看到她轻轻的眨了眨眼，双手握持。看到他那琥珀的色的眼睛再度张开，果然我没有找错人，你就是那传奇吧，继承帅套传奇，我肯定没有找错人。你看到他说到这里之时，很认真的再度的盯向你，
搞错了吗？虽然不明白，不太清楚标准是什么，但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呢。看到他眯起了眼，一看到他那细长的丹凤眼，在他眯起眼之时，就像是一枚美丽的弯月，一个小小的一条美丽的黑色的美丽的修长的线。你看到他将眼睛再度张开，看向你。那，阿尔德，可以，我们应该再去打点猎之类的吗？不然，我真的有点受够，一个礼拜都吃梅子，都吃蔬菜的日子了。好主意呢，打猎吗？苏贤比较喜欢设置陷阱等待猎物上钩的那一种，还是直接使用弓箭啦，或者是其他武器打猎的那一种呢？你看到他向你耸了耸肩，歪了歪头。不好意思啊，小老头，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倒是想问你呢，你喜欢哪一种呢？然后你有计划吗？你看到他说到这里之时，我歪了歪。如果有什么计划的话，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的。设置陷阱的话比较需要一点时间呢，做陷阱的话也要时间，等待猎物上钩也需要一点时间。如果是去寻找动物的话，还是我们也可以在一些隐秘处的地方设一点陷阱，然后再一起去寻找动物，然后打猎。然后就算真的没有打到的话，回来找陷阱，搞不好也会有猎物上钩，也说不定呢。你看到他歪歪头，眨眨眼看向你，他并没有说些什么，那就像是示意着请，也就是他没有说任何反对的话。我想先寻找看看附近有没有动物残留下来的痕迹之类的。好，那追踪痕迹的话 OK 没问题。你稍微看你一下附近，眨了眨眼，请帮我做 survival 去看一下有没有找到类似动物的足迹。你眨眨眼看了一下，目前距离你们的营地附近是没有的。目前你可以确定，看起来得出这个营地外了。我就先出营地外，然后正好看附近有没有就是动物的足迹。好，可能离个30 feet 左右吧，或者是再更远一点。那帮我塞个 survival 看一下，有没有类似的，在30 feet 外有没有类似的脚印的痕迹。在你眨了眨眼看了一下，如果说距离营地外，这里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人们，或者说有任何会让动物受到惊扰，会比较安心的可以往来的一些小小的一个东西，应该可以找得到吧。毕竟离营地这么远，你缓缓蹲下，你看到当然周贤他就是跟在你后面，你也注意到他也是东看西望，看着这片森林高耸的树，还有那翠绿的美丽的林子。你眨了眨眼蹲下，你看到在一片草地之中，确实你注意到的是有三对脚印分别往不同的方向跑。我想要观察一下那三对脚印，
OK， 那帮我塞个 natural 自然的判定。你睡到这三个脚印都有些不同，可以看起来的是，第一个看起来像是比较娇小的，它的脚印看起来是四足，不大。如果说追踪的话，你大概想了想，比较小型，有可能好追，有可能不好追。而再来，你看了一下中间的脚印，你看到中间的脚印也是四足的，但比起刚刚娇小的脚印，这个脚印看起来明显的比这娇小的脚印再大了一寸。而最后，你看到右边的脚印，因为这三个脚印是四散的，你看到右边的脚印，明显的看起来像是中型动物，比起四足更像是两足呢。没有办法，那我想要观察一下，就是第一个脚印，我能够看得出来那是什么动物的吗？这个的话，帮我塞个 natural， 一样也是自然的，这是自然的范畴。你眨眨眼，大概打量了一下，你大概可以推测这个脚印。有可能，没办法说完全的说是动物，但是你有三个可能性。这三个娇小的，要说这三个可能性的话，第一个，有可能是比较大的老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起来有点像是兔子。而第三个，你感觉看起来像是比起说是野兔，更像是这个的话，你眯起的眼看了一下这个四足的，这比起说是狗，更像是这也不是鹿。你瞄了瞄，有点像是幼犬，只能说推测，你不确定，就是这三个都有可能。好，我也想观察一下第二个脚印。好，帮我塞 natural。你看到第二个稍微大型一点点，虽然没有多，没有说到十分的大，没有说到中等，但是这一个小型的野兽脚印，你大概可以感觉出，毕竟一样的是四足的，所以很容易的可以发觉到说，这一些脚印大概可以推测，第一个，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脚印有点像是猴子的脚印，幼猴，第一个，幼猴，一样是三个，一样是三个。第二个，你看起来觉得那个脚印比起说猴子，但是虽然磨损有些严重，毕竟是自然，但是像是年幼的野猪，也有可能是这样子，也有可能有这样子的脚印。而第三个，幼熊。是有可能的。想看看第三个脚印，帮我塞 natural。你眨眨眼，毕竟中型的动物，看起来这脚印也算是好判别。你大概轻轻的用手指稍微在这个上晃了晃。第一个，毕竟它是二，所以比起四足来说，第一个。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比较巨型的鸟类，有点像是秃鹰呢，但是不确定，可能是鸟类吧，也有可能是鸡，也有可能你皱了皱眉，也有可能你眯起了眼，该不会是受伤的鹿？不太可能吧，但是这还是列为你的推测范围。而且你还多了一个推测范围是，这有可能猫头鹰的脚，也有可能是归类于这范围内的。
伤的路。你看，受伤的路是哪一个路啊？就是头上有角的路。鸡的脚印跟鸟类的脚印跟脚印应该是，我是幼犬的话，可是脚，我就转头跟周贤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自己的推测的，然后说，如果是又换幼年幼的生物的话，附近可能会有母亲在呢，这样的话反而会更加危险。嗯，中型动物说也是有吸引力。还是我们先沿着第一个脚印那边看看，然后再做一点陷阱，然后接着再回来。试着第三个脚印走过去，看能不能找一些大型、中型的生物之类的。你看他看向你，眨眨眼。都可以啊，只要能吃到肉啊，这样就好了。我并没有想太多。如果我们可以捕到肉，如果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方法，那当然。决定了以后，我想要沿着第一个脚印走去，然后顺便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那个动物的粪便啊，或者是遗留下来的痕迹。那帮我塞一个 survival， 这也是生存，跟生存有关的。在你缓缓的往前走之时，你听到了上头传来了刷刷刷刷刷刷的声响。一眨眨眼，你专心的埋头在看着这个小小的小型的四只动物的脚印上，没有发现上头有什么巨大的东西落了下来。你抬头一望，帮我做个 dexterity saving throw。你抬头一望，这一个蜂巢嗡嗡的往下一坠，你眨眨眼，你看到这些落下的蜂巢。差点狠狠地打在你头上，可是你也注意到里头也有不少的小小的蜜蜂从里面冒了出来，就像是被惊扰似的，或者他们只是非常愤怒似的，请帮我塞先攻。蜜蜂，好的，等我一下哦，先攻哦，我记得是。没问题 ，OK， 好。那蜜蜂们塞了16，对，他们是一起行动，所以我就是直接都算一个这样。然后周贤的我塞一下好 ，OK， 好，我知道了。你看到这些蜜蜂嗡嗡嗡的从这些蜂巢们四处的窜起，你看到这些蜜蜂团们，是的，这些蜜蜂团们。就像是集成成一个大大的团球，而它的目标直接就是朝你的方向狠狠的袭击而来。19有中吗？19中了。小陈，你看到这些蜜蜂，你眼睛睁大，看到它们狠狠的，看到那些亮光的小小的针刺朝你的方向狠狠的蛰了下去。你感觉到这个小小的哀嚎，这个痛苦，你晃了晃头，你发现这个蜜蜂。还是得解决掉啊！你受到了5点伤害 ，total 5点。你说5点伤害吗？对，然后你也注意到这个蜜蜂团们
分成三团，也就是现在是三团蜜蜂的力量。那你要做什么？哦，我的回合了吗？对，好，驱散蜜蜂，驱散蜜蜂，我用匕首砍到，砍的爆蜜蜂吗？我们来看命中，谁知道？那我想要先试着，就是看我能不能砍到蜜蜂。好，来，那我就抛弃我的可爱小匕首。对呀，是菜刀哦，你现在还是菜刀，对，菜刀。对，我现在还是菜刀。你现在没办法把匕首，你就把菜刀。抛弃我的菜刀。你握紧你的菜刀，轰！火焰从这菜刀中冒起。但是你的菜刀往这个蜜蜂团挥下去时，你看到这些蜜蜂狠狠的。差一点就中了。你看到这些蜜蜂们就像是团结似的往上一飞，咻，他们躲过。你看到这菜刀，砰，火焰持续的冒出。而你看到旁边的周贤，眼睛睁大大的，大声的尖叫。对，这就是他的回合，他怕蜜蜂。好，再来是蜜蜂的回合。你看到这些蜜蜂一样的，他们团结一致，然后又朝你的方向飞了过来。17有中吗？中了。你看到这些蜜蜂团们就又像是集结一致的，唰唰唰朝你的方向狠狠的折腾折了下去。你受到了四点伤害 ，total 就是 total。好，哎，等一下，对不起，对不起，三点，对不起，三点，对不起，我刚刚算错了，三点，三。好的。还站着吗？好的，站着。好，那 Charlotte 你要做什么？那我先喝一罐水再说。好，你看着这些蜜蜂团们蛰完你又飞了上去，这些愤怒的蜜蜂们，你砰，赶紧的拿起了你的一罐小小的鲜红的治愈药水灌了下去，感觉好多了。你看到你身上被蛰的一个一个包的伤口，在你喝下了治愈药水之时，缓缓的消了下去，但是还是很痛。他跟周贤说话吗？可以哦，这是 free action， 这都是 free， 说话都是 free action。Okay. 那烟熏，哎，烟熏，我记得，好，那我想要跟就是周贤说，那个周贤能不能帮我个忙？比如说，点个火，点火之类的，让就是用烟去熏那些蜜蜂，或许会奏效。好，我看一下他的回合会怎么做。在你说完之后，你看到正在尖叫周贤，缓缓的将他那尖叫收起。你看到他那琥珀色的眼珠转了转。轻轻的抹干、擦干了那流出泪水的泪水的这个小小的泪珠，抹了抹他的脸，看向你说的：“Charlotte， 他们好可怕哦！”你看到他还在颤抖，但是他每回合他都会尝试。那再来是蜜蜂了，你看到这些蜜蜂嗡嗡嗡的四处的集结，又再度朝你的方向狠狠的蛰了下去。十二，玩笑，没有。你看到这些蜜蜂团们朝你的方向直接狠狠的在冲刺过去之时，你握紧的菜刀，你看到菜刀放出的火焰就像是震慑吓着了他们似的。你看到这些蜜蜂像是慌了手脚，但是他们这一团蜜蜂又聚集起来，嗡嗡嗡的又飞到了半空中，但是也没有都太高。那Charlotte你要做什么？他们的回合就这样。那我就拿起我的火炬，然后点火。我想要试着用，就是烟熏，让他们暂时失去行动。
由于是一等，我跟你说一下，就是点火炬这个只是一个动作，所以你必须要花一回合去点。我个人建议直接用菜刀。好，那我直接用菜刀。所以点火炬算一回合吧？对，是一回合，因为你只有六秒钟时间，你要六秒钟再叉叉叉点火，我没办法给你两秒钟点火啊，没办法啦。那我就举起我的菜刀，好，然后试着看能不能回到他。好，你将你的菜刀往空中一挥，但是这些蜜蜂们就像是集结式的直接逃之夭夭，但是他们还是聚结在了一起，没有肉，都差一点，都是差一点。在你看着这些蜜蜂飞到空中之时，你亲眼斜眼飘了一下那正在害怕的周贤，你看到他只是向你投射着帮我的脸。而再来是蜜蜂们，你看到这些蜜蜂们嗡嗡嗡的朝你的方向再度袭击，而他们这次只甩了八。好重！你握紧的菜刀像是挥舞驱赶着他们，你看到他们要朝你方向狠狠的盯下去，但是你的菜刀挥舞放出了火焰，使他们 miss 了。那希尔特你要做什么？我转头跟周贤说，如果周贤会怕的话，先回去营地吧，那边有火应该会比较安全。然后接着再转头看向那群蜜蜂，再试着用我的菜刀捅他。好，没有中。你握紧的菜刀就像是和这些蜜蜂跳舞似的，你看到菜刀发出了红红的烈火的火焰，但是你也看到这些蜜蜂团们也是在这次直接往四处直接扩散，然后又集结在了一起。你也看到后面的周贤只是默默的眨了眨眼，晃了晃头，摇了摇头，支支吾吾的说了些什么。你看到他轻轻的开始翻找他周边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就这样而已。再来是蜜蜂，你看到这些蜜蜂默默的再度集结，又朝你的方向再度狠狠的飞了过去，然后他们塞了13。好，你看到正要用你的菜刀砰放出火焰之时，你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针刺已经遮到了你的手臂上，你受到了3点伤害，就这样，偷偷就这样。然后我有办法控制我菜刀的火焰大小吗？目前没办法，但以后有机会，目前还没办法。好，那我继续使用菜刀。来吧，中，帮我甩伤害。不需要。在你的菜刀狠狠的烧灼了其中一团蜜蜂，你看到不少蜜蜂大大小小的落到地上，直接变成了烤蜜蜂。还有看到还有两团蜜蜂，但是与其和方才那样壮大的蜜蜂团的形式，现在蜜蜂团变小了，因为现在只剩下两小团了。他还站着，还有两团，但是对，再来。是周贤，你看到周贤就是看了一下四周，然后我必须要捕捉你，我不能回去。你看到他到处开始急东东翻西翻的翻着他的包包，但是你看到里面放的没有用啊，全部都没有用啊，那个香包又是怎么回事？好，再来是蜜蜂，你看到这些蜜蜂嗡嗡的集结，然后又往你的方向直接飞了过去。13。他们这次又塞了 AC 13，对，这刚好。你看到这些蜜蜂开始叉叉叉叉叉，你再度用菜刀尝试抵挡，但是那些尖锐的小小的针刺使你感到疼痛。
你受到了再度受到了三点伤害，就这样。还是三点。Shot， 你要做什么？再喝一罐水。好。你轻轻的饮用了那鲜红剔透的红药水，你轻轻的瞄向了 Shot，Shot， 你看向了旁边的周贤，你看到周贤拿出了一个香包。你看到他轻轻的说着，这样应该有帮助吧，作为一个捕捉的捕捉的助手，那个香包应该有帮助。嘿，你看到他将香包投到了蜂巢，但是那些蜜蜂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他尽力了。蜜蜂塞了19的豁免，就是蜜蜂塞了19的豁免，他对那个香包蜜蜂，对对对，所以蜜蜂对于那个香包是对他们没影响。而且你看到这香包就嘿，那个香包落到了蜂巢旁，看到蜜蜂也没影响。你看到这两团蜜蜂又朝你的方向直扑而来，但是你看到这些嗡嗡的蜜蜂正要抵挡，正要嗡，只要遮到你的手臂之时，你看你的菜刀砰又冒出了火焰，成功的抵挡住了他们塞了12。那 Shot 你要做什么？我那个治愈药水是会回满，不会超出去，对不对？对对对，不会超出去。你的上限 HP 是多少？就是那样子。好，香包，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香包吧？就是普通的香包。然后落在蜂巢的旁边，蜂巢现在离我多远？就在旁边而已吗？蜂巢离你大概有10feet，但是注意天空有蜜蜂在飞来飞去，他们是飞行系的。那蜂巢有价值。那我还是拿着匕首去捅那个好了，捅蜜蜂好了。好，你挥舞着你的菜刀朝着蜜蜂直接挥了下去，看一下有没有中。没有中，你紧紧握紧你的菜刀朝着蜜蜂的方向，这两团蜜蜂挥了下去，但是你看到这两团蜜蜂就像是躲过似的，两团嗡嗡嗡嗡嗡嗡散开，然后嗡嗡又集结了起来。没有中。再来，你看到周贤默默的又从包包里又拿出香包，这个应该可以吧，这次应该行吧，嘿，你看到他丢了过去，但是蜜蜂们还是没有影响。而这些蜜蜂们，你们都注意到这两团蜜蜂好像往下看了一下香包，然后又面向又继续往向你的方向，又朝你的方向攻击了下去。这次他们塞了15。懂了。你看到正要用菜刀抵挡之时，你看到这大大小小的针刺直接遮在你的手臂上，你看到你的手臂出现大大小小的包，你受到了4点伤害。那个他丢过来的香包，第二个香包落在哪里啊？也是都在蜂巢，都在蜂巢旁边。都在蜂巢旁边。那我脚下都是草皮吗？还是都是草皮？是泥土？都是草皮，都是草皮。就如意伎俩，是会烧起来吧？然后蜜蜂们在半空，也就是他们是悬浮的，他们没有飞到上头，但是他们悬浮。我在如意伎俩的火是不是点了以后，它就会整个啪，然后就会烧起来了？我没有办法控制火候。德鲁伊伎俩的火苗的话，就是你可以点燃，但是这个点燃只是一个小小的，
你没办法作为伤害型的法术，就是需要记得的一点，他没办法伤害他人，所以更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辅助性的一个生活用的小幻象，一个小技巧，他没办法足以够到伤害他人。你没有，因为我只是想要试着点燃那个香包，可是火太大，我怕旁边烧草皮一起烧起来。就看哦，你要不要赌？整个草皮烧起来会很糟糕哎。嗯，那我还是用我的匕首挥一下好了。用你的菜刀挥舞来吧。没有中，你握紧你的菜刀，看着这两团蜜蜂，再度看到你的菜刀放出火焰挥了下去，但是你看到这两个蜜蜂团只是又再度的往两侧散去，又集结起来。最后你听到旁边的周显似乎稍微冷机了一点，但是你到后面说着 Shut 专心专心，只要你可以，这刚好就是一个训练。你大概可以想想，嗯，这家伙为什么突然讲这些？说到这时，你看着他说到这时，你看到蜜蜂们又往你的方向飞了过去。这些愤怒的蜜蜂们，他们塞了17，17有中吗？哦，分掉吧，中了，中了。你看到他们嗡嗡嗡的朝你的手臂再度的狠狠的再扎了几个包，你受到了两点伤害，这次只有2。那你要做什么？那我跟那个周贤说，或许你可以帮我制造一些烟之类的，比如说回去营地拿个火把过来。灰灰，但是不要点燃整个森林之类的。然后说完以后，就继续拿着我的匕首挥一下。好，中。看一下我伤害多少，匕首。然后记得它是菜刀，所以你要看的是菜刀。你要看的是那把菜刀的东西，不是匕首。哎，我记得它是。哦，对，伤害跟匕首一样，但是这把菜刀有特别的东西，对。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如果你不想要用的话是可以，但是就是菜刀。没有，我想用，因为我想说先把一般伤害甩完，然后再甩火焰伤害。对呀、啊。所以我现在在甩火焰伤害。喂。How do you want to do this? 够了。只想要一般般的把它干掉就好了。好，你握紧的菜刀，砰！火焰冒出，上上上！在你一边说的时候，看你挥舞的菜刀，看着大大小小的蜜蜂，这些蜜蜂群从那半空悬浮的半空中从天而降，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到不少的蜜蜂的胶丝落到了地上，还冒出了微微的冒烟。烤蜜蜂，你看到旁边的周贤。正嘴巴张大大的看着你这个华丽的刀技，最后他看向你，开始拍起的手，啊，夏洛特真的好厉害啊！战斗状态结束。讲了，如果真的厉害的话，应该在一开始就解决他了。虽然说预测一点小意外。不过蜂巢里面应该会有一些蜂蜜之类的吧。周贤对蜂蜜有兴趣吗？你看到他歪了歪头看向你，点了点头。那，但是直接拿窝窝可能会有点危险，毕竟里面不知道还有没有蜜蜂呢。那我想要先回去营地，然后。举一点火，那帮我塞个 survival。你要走回营地的话，有可能会迷路，毕竟你没有留任何的路标。在你正要走回营地之时，或许可能是下方的蜜蜂的胶丝，你走了两步，你狠狠的打滑，啪，直接落在地，然后你的面部直接狠狠的和。蜂巢相依相爱，你狠狠的，你的头
跟蜂巢直接撞上，你受到了两点伤害，就二而已，两点伤害。你晃了晃头，你舔了舔你的嘴角，甜甜的、香香的、新鲜的蜂蜜，还有蜂巢里面没有任何的蜜蜂。这是好事吗？那总之可以确定的是，里面没有任何的蜜蜂呢。然后一边苦笑着，一边再拿起我的治愈药水，再喝了一瓶。哦，轻轻的打开了一瓶小小的药剂，将这一瓶香甜的药水咕噜咕噜的灌到了你的羊水中。现在感觉的至少好多了，身上那种的一个两个的凹凹凸凸的疤，也在喝下这药水之时缓缓的平复了起来，也没有像刚刚那样子一个这样肿胀的状态，现在是已经完全平复了，只是有微微的小疤在而已，小小的被叮咬的疤。朱雪身上有蜂蜜，不是蜂蜜，罐子之类的吗？你看到他歪歪头指向你刚喝完的药水的玻璃瓶。哦，说的也是呢，我刚才是不是喝了三罐啊？对啊。那我想要就是先将蜂蜜就是装到我的治愈药水罐罐里面。好，那帮我甩个 ED20， 我看你可以装多少。看是多少的量，新鲜的蜂蜜，很纯的。你可以装 一罐有一半，所以就是两罐，但是用量是一个半。好，而在这时，也帮我塞个 perception。你眨眨眼，你执着在面前的那香醇的蜂蜜中，你专心的将蜂蜜这样缓缓的倒到那细致的玻璃瓶里，将软木塞盖起。那在你盖上软木塞之时，你感觉到有什么小石块狠狠的打中到了你的脑袋瓜，你的太阳穴，你受到了一点伤害，一，但是你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你可以看到旁边落下一个小小的小石子，所以我那我可以往那个地方放去吗？就是石子飞过来的地方啊，可是不知道到底是从哪里打来的，对，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来的，只看到小石子落到下方。为什么会有石头啊？说起来，为什么我一直被东西打、啊？救命！然后我就看一下周贤说。对，你刚才有看到什么东西飞过来吗？你看到他眨眨眼，晃了晃头。嗯，没有耶，我刚刚只看到不少蜂蜜流到草地上了呢。浪费了。我想看哦。不好意思，等我一下。里面还有除了蜂蜜以外还有那个吧，蜂蜡它太重。我身上有其他就是可以拿来装东西的小包吗？还是就没有？如果你没有额外买的话，没有额外买或是有类似的道具用。好吧，那我只能偷放弃那个蜂巢了。那我稍微看一下那个石子，然后又拿着我的小罐罐，然后走向周贤说：“这一罐或许我们可以路上吃，或者是
做错味道理由或者是贩卖。那至于这个没有装满的半罐，周贤要现在尝几口吗？你看到他眨眨眼啊？真的吗？不先尝一下吗？你看到他在说到这时，帮我撒一个 perception。这时你看到他在说的知识，你看到同时你和他又被一个小石子直接砸到，他这次他也被砸到了。你看到周贤摸了摸他，哦，摸了摸他的额眉，又看了下 Jot， 看了下你，然后他眨了眨眼，怎么又有小石子啊？你看到他眨了眨眼，晃了晃头 ，Jot， 你 Jot， 你注意到你看起来是后脑勺被砸，你受到一点伤害，一。后脑勺，你这次可以半撇出来。后脑勺，好的。那我就转过头说：“是谁在乱掉，在乱丢石头啊？如果要封印的话，分你就是了，也用不着用石头打人吧？”帮我甩个 perception 看一下，我想起可以看到什么样。对，你的 perception 会影响我叙述的详细的详细度，没问题。你注意到的是，离你前方。大约是45米处，你看到一只小小的绿色哥布林，身穿着看起来像是挺原始的、简单的棕色的布衣。你看到他轻轻的探了一下头，又将他的头缩了回去。你看到他那棕色头发，在这个森林里面就像是形成保护色似的，还有他那绿色的皮肤，也在这翠绿的森林中。就像是一个担保一个保护色保护着他，但是虽然是这个保护色，你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一个小小的这个有着棕色头发的哥布林只是默默的小小声的盯着你一眼，然后小小声的说了一声嘘的一声要你过来，是大概看起来是小孩子，是小孩子。也有看到吗？有，他有看到。在你说的时候，他有确实有看到。你在看的时候，他会跟着看。好，那我就跟周爷说，他好像叫我们过去呢。要过去看看吗？你看到他看向你，眨眨眼。我现在觉得要过去，不如我们过去看看。毕竟在这个森林里面，我们也。一个礼拜了，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人，而且是小孩子，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好吧，那我就那我就走过去。好，那帮我塞个 Dex 来跟上他的速度。我只是看一下而已。Dex， 对，敏捷，就是对啊，就轻跑，对对，跟在他后面。敏捷，没问题。太玩错了，没问题，没问题，你基本赛15就没问题了，不用重赛。哦、就是这个加多少就是还有就是如果说有加错就跟我讲一下就好，因为基本上就是我赛然后再加调的值，所以。OK， 没问题。你跟着，当然，你看到这个小孩子似乎注意到了你这个哥布林小孩注意到了，你开始往前，轻轻的，他没有像是要跑走，而是小小的快跑。你跟着他，也看到周邪在后面跟着，你轻轻的快步的穿梭，和他穿梭在这一个森林之中，最后也感觉到雨开始下了下来。你和他还有那位小小的哥布林速度。也变得更加的快了一些，毕竟这个暴雨也不是让人太想要待在外头，如果说有帐篷可以好好待在里面，那都是最好的了。淋着雨跟随着这个小小的哥布林，你看到了现在的景象也缓缓的改变，也在这一个快速的追赶之下，你和周贤来到了这个森林里面一个小小的原始部落，你注意到在左手方还有一个用木头刻着
上头歪歪扭扭扭的写着踏实村三个字。你也注意到这个哥布林男孩在你们看到这踏实村三个字时，他也停下了脚步，转头看向你们，眨了眨眼，对你们挥了挥手。我没有想到都会有不会有这样的村落呢。那我就再往前走，对着那个小孩子说，是要总之谢谢你带我们过来这里。你看到他向你眨了眨眼，点点头，似乎在思考想要组织着什么语言似的，然后看到他有点别扭的伸出他的手，开口：“你好。”这个伸手是握手的意思。那我就轻轻碰上他的手，也回应了是你好。然后他眨了眨眼。然后看了向你，帮忙解决困难一点点。你看到他说着有点比较稍微无法组织，或者说比较简单的考嘛，比较简单的通用语。你看到他看了一下后方，你跟随着他的目光，你注意到这个如同被遗忘的原始小聚落，那里人数并不多。但是你也注意到有五个颜色不同大大的原始麻布大帐篷，但是你也注意到的是，虽然这里现在正下着雨，而且在这个下雨之时，你也确实可以感觉到由于这个下雨随后也带来了烟雾，也带来这个自然的雾气，所以你看得不是很清楚，你只默默地看了一下这个小小的哥布林眼。你看到这个哥布林男孩看向你，眨眨眼，帮忙。但是要帮忙什么呢？你看到他眨眨眼，背叛者，我们里面有背叛者，你应该可以帮我们。血之女王的后裔遗孀刺客要侵害我们这里。什么话？血之女王的后裔还有什么刺客？帮我写一个 history。对你来讲，这些词语都是十分的陌生的。虽然好像听闻过你的父母亲还有爷爷奶奶讲过类似的，好像是在几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毕竟又不是在 Baldur's Gate， 所以你也没有太 care。所以也因此，你现在是满头一头雾水、满脸问号的状态，如同这个暴雨。我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总之，这里有村长之类的人在吗？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你看到他眨了眨眼，用他那小小的手指向了凉亭。你看到凉亭那里坐了大约六个人。而且看到里头虽然有这个浓厚的大雾，但是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哥布林长者都聚集在那个小木质的矮凉亭内聊天，而且看他们讨论或是发出的语言，你听不哥布林语你会懂吗？你懂哥布林语吗？哎呀，我不懂。你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而且似乎像是在争论似的。你看到
五个五颜六色不同颜色的大帐篷并排在加在一起，然后又看到了六个哥布林长者正在那个小梁内正在争执。你看了看那个小小的哥布林的小男孩，你看到这个小男孩只是像是回镜似的又看了你一眼，眨眨眼，帮忙背叛者翻译，我可以翻译隔壁聚落骚扰邻居的村庄 Oakville， 他们要来骚扰我们了。好的，那就麻烦你帮我们翻译咯。然后这么说着，然后又看向旁边的周贤，然后说要过去两次那边。你看到周贤只是歪歪头，这样真的好吗？Charlotte， 好像，但我们好像也没有太大选择，对吧？看起来那个小男孩似乎很需要帮助呢，而且他刚说了 Oakville。 你看到周贤说到这里的时候，就像是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个口袋的小小的小册子开始翻着。 Oakville 在地图上没有发现，但是我在 Candle Key 的时候有听闻过哦， Oakville 好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贸易小镇呢。是啊，听起来挺有趣的。然后看向你眨眨眼，对吧？对吧？而且没有在地图中，也就代表他们不像是大城市，或许那边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也说不定。而且我在酒馆的时候好像也听闻过，好像说那里以前发生了什么大事似的呢。哇，听起来会做了一个不错的冒险的。你看他看向你点点头。那么我也不确定这个小男孩他想要我们帮他做些什么，但如果说救出背叛者的话， Charlotte 你应该可以办得到吧。你看到他看向你眨眨眼，如果说透过他的翻译你或许可以帮他救出背叛者也说不定呢。而且就算一个人不行，然后这个肖克就只自己跟周贤说，一个人不行的话，两个人就没有问题了吧？他对你只是笑了笑，看了一下那雾气迷茫的凉亭，你注意到旁边那小小的哥布林只是对你稍微拉了拉一脚，你看到他看向你开口，那么专心。专心，你看到他像是要想要做些什么事的，想要尝试的要你专心似的。你看到他看了一下那雾气迷茫的凉亭，你注意到他这个哥布林的小小的绿色耳朵动了动，似乎正在聆听这事情似的。那差不多也就是专心的听着凉亭那边的动静，虽然说应该听不懂，但是你可以观察，帮我塞一个 perception。虽然你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你还是可以透过视觉，或许可以看到些什么东西。是这样的，你看到了这个凉亭的后方的帐篷，虽然雾气弥漫弥漫，但是你看到有六个不同颜色的帐篷，毕竟他们是并排的。现在雾气稍微消散一点，你透过这个小小消散注意到六个颜色，那我就说了，第一个是红色，第二个左到右吗？对，左到右。好，第一个是红色，第二个是绿色，第三个是蓝色，第四个是黄色，第五个是白色。有六个人，然后后面有五个原始大帐篷。对，六个哥布林长者，五个颜色的帐篷，这是你可以完全确定的事情。
OK， 而再来，你也注意到那小小的哥布林男孩看了下你，翻译，翻译咯。你看到他一样，这是从左到右。你看到他默默的用他的那小小的右手的食指的下，从左到右。你可以标明一二三四五，或是 A B C D E F 都可以，就是你方便记就好。你看到他指向了第一个长者，你看到这一个小小哥布林开口，他说：“我住在红色的帐篷。”他眨了眨眼，将他的手指指向了第二个哥布林长者。他说：“我住在最右边的帐篷。”好。最后，你看到他指向了第三个人。你看到他说着：“这个部落。”副酋长说：“我住在第一个与最后一个的帐篷隔壁。”第一个与最后一个人，他意思是人。哦，第一个人跟最后一个人，对，的帐篷隔壁。嗯，随后你看到他眨眨眼，你注意到这时，你发现原本有并排颜色的帐篷，你看到这些大帐篷突然间的颜色好像有一点，你帮我塞个阿卡纳。好的。你眨眨眼，你发现你嗅了嗅这个雾气，你感觉到这个雾气不是自然的雾气，而这个雾气是带有魔法的，正是。有带着古老的能量，你晃了晃头，原本那一些有并排颜色的帐篷现在颜色乱了，那你很可以确定的是颜色还是那五个，但是现在顺序是否正确，顺序是刚刚你看的那样，你抹了抹你的眼，这些顺序不停的在变，我直接给你了，就是有这些颜色选项，但是它是不停在变动，所以变成要找了。好的，你在努力的适应着这个魔法武器所带来的效果。你晃了晃头，你又看到这个小小哥布林开口：“那个长者说着，我住的帐篷与蓝色帐篷之间，相隔两间帐篷。”隔两间帐篷。嗯，好。最后你看到他那个小小哥布林小脚，他那小小的手牙，他歪了歪头，指了一下，又从右边一数来第二个，说着：“那个长者说着，我住的帐篷隔壁没有暖色系的帐篷。”最后你看到他那小小的手指向了最后一个长者，你看到这一个小小的天真的小孩子只是嚼了嚼他的牙，看了一下那一个正在高谈阔论的哥布林长者，又看了下你。那个长者说：“我住的帐篷被夹在第四个人的房子跟白色帐篷中间。”第四个人和白色帐篷的中间，嗯，他的帐篷。好的，嗯，那我就跟哥布林说声谢谢，然后又转头问那个朱贤说：“朱贤，你现在看到的帐篷颜色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看到他看向你，摇了摇头，嗯，肖洛特。
我看到只是一片雾呢。好，我在对着小哥们说，那你看得清楚后面那五个帐篷的颜色吗？你看到他看向你摇了摇头，但是你看到他嚼了嚼他的牙齿。最近雾气改变很多视觉上的东西，很多看起来颜色是那个颜色，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那个颜色。还记得原本是什么颜色吗？在雾气还没有开始之前。你看到他看向你摇了摇头。是我们进来的时候他才起雾的，对不对？对，踏进之时起雾，所以我们一开始看的颜色应该是对的。不对哦，然后先写一下好了。好，场外可以提示，但是不要说答案。如果场外想要一起同乐的话，提示就好，请不要说答案。第一个住在红色帐篷，第二个住在最右边的帐篷。我没有身上没有带储物的道具的样子吧？我看一下，好像没有。没有储物的食物。我的枯水树是不是有办法储物啊？谁知道呢？这是魔法的物，可是那个是不是只能用一半的？所以我现在看到的帐篷颜色是乱跳的。颜色是乱跳，但是固定就是这五个颜色。我要先把颜色，我要先把颜色涂起来。第一个人夹在第四个人跟白色帐篷中间，白色帐篷相隔两边，所以第一个是住红色的。一样建议纸跟笔会比较清楚，对。右边的帐篷，所以第二个人应该是这样。第一个人跟最后一个人帐篷，假设红是第一边好了。假设红色是第一间，然后假设第一个人是第一间，
个人是说被夹住，第二个人是说最右边，第三个人说第一个人跟最后一个人的帐篷隔壁，所以应该会是顺序应该是一。第四个是蓝色帐篷，相隔两边。这应该会是把这头要么吐回他，如果蓝色。第五个说隔壁没有暖设施，所以大家也是不同。最早在第四个是暖设帐篷空间，谁在说谎呢？现在视觉也受到影响。那我想我可以走到帐篷那边吗？帮我塞个 Arcana。 你轻轻的正要踏出一步时，你感觉到这个浓雾气变得更大了一些，一直看到旁边那小小哥布林看向你，只是眨了眨眼，而你可以感觉到这个雾气带来的不祥之感，而且又想到了以前这个也就是附近的村庄也发生了一些事情，该不会就跟这个有关吧？而且说遗孀遗留下来的人，那该不会你看到那些正在争论的大大小小的哥布林长者们，或许你大概可以确定的是说，还是不要钱，暂时先不要，太显眼了。不要太显眼。可是如果放哨子、放吐水柱，感觉很显眼。双哦，等一下，目前的那我可以稍微回想一下，就是隔壁村庄，不对，那我可以问一下小哥布林说隔壁的村庄发生过什么事情。当你开口向他询问，你看到他眨眨眼，以前诅咒迷雾，然后血之女王砰一声把我们很多的族人变得嗜血残暴怪怪的。第一个人住在红色帐篷，第二个人是住在最右边的，第一个人跟最后一个人的帐篷，所以他是被夹在中间，这也是。三个人的话是一，
36吧，36。然后第四个人说跟蓝色帐篷相隔两间，进不去看。第五个是隔壁没有暖色系。第六个是被夹在第四个人跟白色帐篷中间。136。白色哦，你可是白色是，白色不是吗？这就是有困难。黄色、蓝色跟绿色都是冷色系，所以泰迪是被夹在中间。哎，不对，黄色是暖，黄色是暖色系吧？不是冷色系，是蓝色跟绿色哦。被夹在蓝色跟绿色中间，第四个，第五个，蓝色跟绿色，然后第六个是夹在四根。盲点是六的隔壁到底中间那个到底是三还是十？紫色分吧。最旁边是第二，旁边这假设这个是中心好了。假设这个是中心的话，就表示说，还有可能是黄色的，不会黄色或者是白色的。在假设。假设这边是他说白色的第四个人跟白色的中间，没有暖色，示范应该是被夹在中间，所以这个人的逻辑来看的话，
用是 R 会说不通。啊，放在这里好像是啊啊一三一，对啊，放在这边也会说不通。哎，不对，有可能。我没查。加上就是边边。然后五的话隔壁没有暖色系，四的话跟蓝色帐篷相隔两边，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三，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的隔壁，四的话是蓝色帐篷相隔两边，所以三跟四都是对。那还有假释，假释是这样子。跟一相隔两边，所以这有可能是问号，好，不可能是 R 吗？这样的话就变成这样子，对，所以，这样有可能是这样。这样的话就变得变灰，所以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至少一跟不好意思，谁在？把所有可能的写下来好。一个人跟最后一个人上课，这是一问号，一三六，然后一的话又是红色，然后二号住在最右边的，所以这两个基本上是不对的。不好意思，这是一跟二应该是不对的。另外一个问题的是，问题的是三跟六。
的话语，骨骼并没有那个是的话是跟蓝色房间相处两天，两天以后才是蓝色房间。先不去理他，那不对，所以这样来看的话，二要么就是在这边，要么就在这边，二是在这边吗？是吗？重点是在于。并没有暖色系，是因为是这个什么啊？第四个人跟白色。这样的话就没有变成一号的啊，对，这样的话就
所以第三个人做的应该是哇，确定第三个人是不是画的狂家？可能跟最后一个人的帐篷不一样，可是，对，哎，场外如果已经知道答案可以提示，但是不要说答案哈。对，每次写解谜都要写很久。最右边的帐篷，第一个人跟最后一个人的帐篷，椅子。顺序是每次你可以跟我讲看那杯清酒的感想，我搞不好等一下听你讲一讲我就突然又哦我知道了。嗯，好男，隔壁没有男生系，所以要么就是蓝色，要么就是绿色。那第六个人是说是没有的，白。因为第四个人给的。这个人给的比较多，所以从第四个开始，第四个人开始推论题的话，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如果第五个人说的是实话的话，第五个人说的是实话的话，应该会变成就是 B 五 G 四。那这样的话，可是这样的话就变成第六个好像说不通了。你写写看，一二三四，可是第二个他输入最边间，所以第六个，所以第二个可能是。帮我甩个奥康纳，你要跟我讲颜色顺序了吗？
道 ，Hana， 你眨了眨眼，看着那迷茫的懵懂，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没关系，我会努力解开的。所以假设这是第一个人好了，就会变成R4G52，然后二的部分是 T。然后第三个人说他住在第一个人跟第六个人的中间，可是第六个人又说他住在第四个跟白色帐篷的中间，所以假设第六个人说的是实话的话，就变这样吧，是。六的话是 G， 五的话是 W， 二的话是 E， 然后我还差什么颜色吗？看看，哦，黄色，所以第四个人应该是黄色的，这样的话就说得通。那么如果第六个人说谎的话，如果第六个人说谎的话，因为我刚才已经推出了一个可能性了，对。如果在建立在第三个人是说谎的话，那如果接下来看看第四个，如果第六个人说谎的话的推理正不正确？如果正确的话，如果不正确的话，反正啊，算了算了，反正先推再说。假设今天是第六个人说谎，这么一来，这么一来，就会变得不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然后一。然后，因为第五个人是说实话的，所以一样是4G51。然后第三个人如果说的是实话的话，可是如果第三个人是说实话的话，这个推论就推不通了，因为136。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第三个就是这个答案怎么说？如果第三个人是说实话的话，那么四跟五的言论就会整个被推翻。所以应该是第三个人在说话，那你要和那位小哥对你说了吗？那我先确定一下我的线索，应该没有线索。第一个住在红色的帐篷，第二个住在最右边的帐篷。第三个住在第一个人跟最后一个人的帐篷隔壁，欸，大家帐篷是绕一圈的吗？还是就一排？一排。哦，一排，所以不用顾虑到绕一圈。一排绕一圈的话，这个谜会太难。真的，你会死掉。以我的智商可能不太足够。住在第一个人跟最后一个人的隔壁，那就表示他被夹在第一个人跟最后一个人的
中间。好，然后第四个人住距离蓝色帐篷有两间，所以第四个人跟蓝色帐篷中间有两个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帐篷。然后第五个隔壁没有暖色系，所以他会被夹在蓝色跟绿色的中间。然后第六个人则是被夹在第四个人跟白色帐篷中间。在场只有一个人说谎，然后用第四个跟第五个的下去做组合的话，就会得出第三个人是在说谎，因为第三个人会套不进。那要和那位小孩子说吗？还是要再思考？我再想一下。可是如果是第四个人说谎的，如果是第四个人说谎的话，如果是第四个人说谎的话，我最后写出来的结果是，第二个是在自由，然后第四个人本来是，那如果是在一跟二没有说话的情况下，带入第三个的话，问号。这么一来的话，这一个应该是五了吧？在这个情况下。再录这个颜色，不对，这样会说不通。所以第四个跟第五个一定是在讲，一定是对的吧？那我想跟小哥布林说，虽然只是我自己的推断啦，但是我觉得第三个人在说。然后把我看，所以我刚才的推论要再讲一次吗？没有没有没有，你就跟他说是哪一个，他小孩子，他是小孩子，你不用跟他讲推论。我觉得是第三个人在说话。你看到他竖起他那小小的哥布林耳朵向你点着点头，你看到他咚咚咚的快步的跑向了那有点惨白的让人摸不清的云雾里。而在过了一刹那之间，你看到原本正在争吵的哥布林这个木质的小凉亭忽然间的安静了下来，最后你看到坐在中间第三个那哥布林的长者忽然开始全身冒着冷汗，你看到原本那白色的云雾开始慢慢的消去，你嗅了嗅你的鼻子，你可以感觉到原本那怪异的雾气也渐渐的没了，现在残余的存留的也就是平常的普通的雾气罢了。你帮我塞个 perception 看一下你可能会看到些什么。你注意到其他的哥布林长者似乎，毕竟你听不懂哥布林语，但是你是可以看得懂动作的。你看到这些哥布林长者们突然间的把这个冒冷汗的哥布林抓头的抓头，抓手的抓手，抓脚的抓脚，听到他发出了哀嚎的声响。你看到他们联合粗暴的把他丢进了笼子里面。你还看到在这个哥布林被甩到笼子里之时，你
你看到还有淡淡的黑色的液体从他的嘴角流下，你看到这个笼子被关上，你看到这个哥布林这个小孩子缓缓的接近你，抓到了背叛者他们，你看到这个小孩子指了一下后面的长什么，他们说谢谢你可以滞留一夜吗，我们要招待你，你看到他这么说着扬起了大大的微笑。对了吗？没有我在这之前我想先看一下就是后面帐篷的颜色，我看得到吗？你眨眨眼，在这云雾消气之时，你看到了有左之右帐篷的颜色分为红色、黄色、绿色、白色和蓝色。确定啊？好的。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好，那我看了周贤一眼，说就是问他觉得怎么样。你看到他看向你，点点头。当然了，当然了。啊，哥布林的料理还真的没有尝试过呢。不如，他们看起来也蛮好意的。我们也就在这边逗留一夜，顺便，我们也可以打听看看，像是欧库耶的情报之类的。或许他们住在附近，更可以知道捷径。我们可以透过他的帮助，我们可以直接到那个城镇上，也说不定呢。接下来是个好主意呢，那就做好决定吧。然后我再转头看一下小哥布林说，那就麻烦你们咯。看到他扬起了大大微笑向你点了点头，而那原本正在下着大雨的森林也缓缓的雨声也渐渐的变小，换来的则是那晴朗的美丽的黄昏。那当然，当天的晚上你们享用了饱餐一顿原始的部落的料理，虽然他们都是哥布林，基本上都比你们矮一颗头，但你注意到在踏石村的所有的哥布林们基本上都是十分善良的，虽然你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透过那位小小的哥布林他的翻译，你可以大概理解到他们正在为他们的权利或是为他们的人权做一些打算，而且你也听闻到说八年前发生了十分大的基本上可以到说惨重的一个事件，你虽然说这算是第一次听闻，也没有确切的感觉到或是这个历史来由又是多么的冤长多么的深远，那你看了旁边周贤他对你微微一笑，而你看到他正在他用他的毛笔沾了沾他的墨水，在他的小小的笔记本上又继续的画下了在当晚你们享用餐点还有听着这个小小哥布林为你们翻译的谈话，他将这个 Ophir 的捷径给记录了下来。而到了隔日一早一清早，你们看到当然在 这些哥布林踏石村的村民的推荐下，他要你们一早直接离开，毕竟早上天气也比较好，而且来到 Oakville 也会比较快速，比较少会遇到危险，而且只要找到适合的道路，很快的只要看到都是满满木质建筑的地方就可以来到 Oakville 那位于中间点的一个小小的贸易小镇，北往 Bloodsgate 南往 Arm， 那里可是个沙漠地带。这是最后帮我塞个 history short， 或许我可以告诉你更多有关于地理的事情。对你来说你没有听过，毕竟它是一个遥远的南方，那里似乎还有一个巨大的雪山，但雪山后面又是什么好问题。而在你们离开之时，你们看到这些哥布林们，尤其是 short， 你看到这个小小的这只哥布林小男孩在你离开之时轻轻地将一个小小的布袋子塞到你的手里，你打开你看到里面是一个纯洁的打磨过的非常亮丽的兽牙项链，你大概打量这个是野猪的牙齿，而这个野猪的牙齿价值是50 GP。
取50 GP， 就是如果贩卖的话可以换取50 GP 的金钱，而也透过他们的协助，你和周贤也踏上了前进 Obia 的道路。当然这个前进道路，因为毕竟你们走捷径，所以不用太担心，你们直接根据他们的捷径渐渐的往前走着，随后你们开始看到木质的城门，那圆形的小小的热闹的木质小镇，大部分都以木打造，有时还以石头作为镶嵌。你看到有一半似乎正在重建，似乎好像被灭过了一些时间，但是你可以确实得知，还有确实知道的是，你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宁静的小小的木质小镇 Oakville 正在等待着你们。之后来到 Oakville 会有什么样的冒险， Charlotte 又在里面又可以认识到什么人，或是发现到什么新事情。周贤拿着笔记在记录了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这一切我们就下集待续啦。也恭喜 Charlotte， 就是对，辛苦啦，你解开了，没有错，你的没有错，只是稍微玩一下你，稍微玩一下你，然后给你一个确不确定？你确定吗？虽然我自己当做 KP 我也明白那种感觉，但是我还是要说你真的很讨厌。爱你，爱你。但话我其实推出第一个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了，就其实不难啦，这就是一个逻辑推理啦。还喜欢今天的惊喜吗？然后蜂蜜也是可以卖钱的，对，蜂蜜也是可以卖钱，因为是纯的蜂蜜。蜂蜜的话就是你看是要卖给谁，如果你卖给正确人，是会有人想要愿意高价收购的。反正我现在半瓶给了那个吧，没有没有，就周贤没有那个，他没有，他是交给你保管，对，他是交给你保管。就是你正要拿给他支持，突然就被石头砸了。一罐半的纯蜂蜜。好，那我自走不见了。然后距离你升级的话，我可以说。快了，但是还没，就是快了，他还没，就是我是算次数的，对，快了，但还没。我其实那时候在想说，那个什么蜂巢那些啊，那个营养价值还蛮高的，还有蜂蜡、啊、那些，感觉拿去卖会很赚，可是我没有东西可以带走。嗯，然后 Oak Beer 可以开始。思考一下要做什么，因为是一个小城镇，一个贸易小城镇。我可以知道他怎么拼吗 ？Oakby 也是，对，是这个，它是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应该会蛮怀念的。对我来讲就是小。我第一个镇庄。OK， 接下来也在那边经历了不少事情的。小。小那边有很多的回忆，所以到时候再看 Charlotte 了，对吧、啊？对他属于一个走贝伦大陆走透透的人来说，就比较没有什么压力，还可以看一下到处观光，干嘛就干嘛。对啊，比较没有什么被绑在当地的目的的。走了两年还走不出去是怎样？救命啊！狗啊！